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一节，在下啊，伊法莲的酒旱，点伫肥的山谷的头，因心内骄傲，用所快做冠冕，阁亲像地下的花。二节，看，主有一个大冠冕，大气力的，亲像一尊鞭炮。亲像毁灭的狂风，亲像涨满的大水，伊要用手将冠冕掀落伫地。三十，伊发现骄傲的酒汗，伊的冠冕要受打伫脚下。迄个水的装叉，底下的花，就是伫肥的山谷的头，要亲像热天以前起头色的无花果。看起这个果子的，就注意看，一个到手就吞落去。五十，到迄日，万军的耶和华要做伊所村的百姓，阳光的帽，水的冠冕，也做一位来行审判者公平灵，也做城门口拍铁修得的开力。七十。就是这个地的人也对酒来卖路，因为高酒东倒西歪，这些甲先知拢对高酒来卖路，互酒所困，对高酒东倒西歪，因对灭时就差错，对伫审判无平稳，因为逐地的垃圾吐甲满满，无一位清气。九节，提着先知的讲，伊要将知识指教什么人啊？要予什么人明白所传的啊？是迄个拄长领离开行政的吗？伊竟然命令搁命令，命令搁命令，律例搁律例，律例搁律例，即位淡薄，迄位淡薄。十一节。先知讲：“袂啦，主要用异邦人的嘴唇，甲外邦人的舌，对这个百姓讲话。伊要对因讲：恁要予亚先的人得到安息，这个就是安息，这个就是快活。因却唔倾听。十三节，所以亚华对因讲的话是命令。”各命令，命令各命令，律例各律例，律例各律例，即位淡薄，迄位淡薄，地到阴气就遐后跋倒，各跋到脆脆，各陷入落网，受掠着。十四节，所以恁这武蛮的人，就是管辖点伫耶路撒冷这百姓的。都听耶和华的话，恁勿讲，阮甲死亡立约，甲阴间结盟，敌军亲像水，涨满经过时阵，的确无啉到阮，因为阮用白擦做香皮的所在，伫虚假的所在加机密，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，看，我伫锡安下一块石头。做地基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地基，宝贵的触角石，信靠的人的确无着急。十七节，我要用公平做准箭，用公义做对线，鞭炮要冲去白擦闪避的所在，大水要淹过闪避的所在，恁甲死亡所立的约。的确废无，甲阴间所结的命，的确切袂掉。敌军亲像水，涨满经过时阵，恁要受伊吞打，逐摆经过要将恁掠去，因为逐早起伊要经过，每日拢要安尼，明白所传的，干那惊吓，二十节。原来面床底，互人卖春的；棉被下，
予人看袂捌，耶和华要兴起，亲像伫比拉深山，伊要想起，亲像伫基遍的山谷，通做成伊的工，就是罕伫做的工，成就伊的事，就是基伊的事。二二节，现在恁毋通不慢，恐惊别日的事困较暗。因为我对主万军的耶和华遐听去，已经决定要伫全地面行灭无的事。二三节，恁都按耳孔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话。迄、那个犁园要野种的，敢是常常的犁吗？敢是常常的掘来拔土吗？伊用拔土面。敢无夜八角在马琴，照蛇种小麦，伫定钓的所在种大麦，伫远边种粗麦吗？因为伊的神教导伊做事合宜，搁指教伊。二七节，原来拍八角，毋是用尖来的器具拍的，拧马琴也毋是用车轮拧的。就是用拐子打八角，用腿子打马琴。二八节，做饼的五谷是用磨磨嘴，因为伊毋免长长打。虽然用车轮甲马蹄打山，也无嘴气。这也是出自万军的耶和华，伊的计策奇妙，伊的智慧扩大。